我看他东西我就喜欢，我对他感兴趣。现在，哇，这张照片，他画的就是现在大陆好多人学，学他是吧？就学不出这感觉，就没有力量。而且这个人呢，他本身不是一个特别说疯狂的那么一个人，他就是一般人。他说我就随便我就画出来，这是天才，就是天才。别人非得有激情才画出好东西来。他说我不用，我就随便一画就画出来，这就是好艺术家，不费劲啊！你看这些东西，你收了吗？没有，我就喜欢我有两次机会都没买着。我拍卖会举过一次，五六年前我举的$100,000，结果人家110万拿走了。就我当时没在现场，当时现场我可能买下来了。是。后来还有一次机会，也有两张，但是没拿到。给你看滑雪，这是去年的。在哪儿？在法国。在法国。但是我这个动作今年有很大进步。这是我去年动作，今年动作比这更好，更完美。中国有句话，高级了就是艺术。吃的高级了，做事情做极限了就是艺术。包括那动物也是这样。我有一次在海边看两个鸟在飞，贴着水面在飞，它们翅膀不动，就一直在滑翔，一直在滑，一直到极限。它可能一直在追求这两个鸟，一直在飞，贴着水面，而且我就一直在看，一直到极限快停下来的时候才飞起来。我想那鸟也在追求。Unless you have very good teachers to teach you, to advise you all the time. And I was very fortunate in 1999 to meet CK, who came to my house to see the Shibehong horses. So with his advice, I'm very proud to say that in my collection so far, I only bought 4 fakes. So that's what made me very happy. 单色绘画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这几年哦，我觉得是那个审美的视觉经验在改变。为什么这几年来抽象会流行？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电脑相机都是可以记录下非常实在的，实际上很感官的东西。其实这种会造成一种人的视觉疲乏。当你眼睛想放松的时候，你可能会想看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很单色调的东西。听说两三次好都是他一个人吧？啊，对，有一个美术馆在买。所以这次他又要出来了？也不会，他其实该有的可能也有了，试试看吧，有漏可捡的。但希望股票市场不好，就来买吧。应该压力比较大吧，因为那个夜场那个。你们头发什么时候出来？脱落应该是月底，20几号，这个是80，这个200多啊，这张，对，多大？1.7×1.5米，卖多少？380，还有钱，算了，终于见到一张比我的人物多的，这时候我就很世俗，算人头，这价钱，那两张定价算是，比现在市场来讲。是很低啦，所以我在说会不会很多人 interest。他的幽默是很典型的大陆型的幽默，不过他就是也好了，才买得起，一直不降。我都想说认识美玲那么久，他第一次为了拍卖会不抹，他是完全不哈 sell 的人，所以我想说这次应该很辛苦吧。辛苦是一回事，手拍难免，但我觉得我非常珍惜跟 Max 工作的这个机会，因为他等于是国际级的 curator。你那个。拍前的同时 check 微信，因为我在北京看能不能网上，如果不能网上，我就微信就打电话给我。好，我先帮你 register 一个电话吧。那请讲什么？请讲是多，请讲是谁？最后，请讲是哪？请讲是哪？红山。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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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
2 to 9.
Thank you. Number 39, you sell the Liège.为什么要在车库放画？对艺术太不礼貌了。那我觉得艺术不就是放在生活里？车库也是我每天生活里的一部分了。尤其回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张作品《百年庙》。我最近拿出来的原因就是最近要改成瓷片嘛，然后李明宏。长寿烟的时期啊，这几年一直对于回收主题有心。它是法国在巴厘岛的一群年轻的工作室，然后他把废弃的那种像龙虾一样的船，就跟受漆一样一直漆嘛，防潮，然后最后受用证他就把那些买回来，把解构然后拼回收。那天谁啊？李彦峰呢？我买来挂没第二个月，他就来，我什么都不肯给了，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坐在楼梯，就坐在这里看好久。你说坏坏话，真的坏话呀，到底就是他。然后人家说什么腐烂坏，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文人绘画。文人画不一定画风景，画山水。同一个时代，但是跨区域的一个东西，比较容易了解的主题叫女人。同一个人，同一个姿势吧，同一个时期。大部分的画都算比较安静的，最吵的是这两只狗。你看廖正明这张画就很好，看起来复杂但是很安静。上集有人。觉得有问题，有人觉得对，都已经老到一塌糊涂了，连布啊颜料不晓得，所以这张画还是半信半疑中，但是我还觉得挺有意思。收藏不就这么回事，一个是有眼光，一个是傻逼，你永远在这两个角色里面轮流上演中。我觉得这张真的是做实验做完的，差不多。他不是像先画个大概，不，他真的是累积的很长时间。我觉得他的观念性强过于绘画性。它的特点是从画框的四周围的明度到中间的纯度，边上是亮的，是白的，然后到中间是鲜艳的，明度到纯度的一个过渡，那就很好办。我就不断的每一次往里头加上黄色，一次一次刷，当它的纯度达到最极致的时候就结束了。因为我过去的其实一开始都是比较沉重的颜色，包括偏重的单色，偏灰，如果色彩有倾向，那也仅仅是倾向，而不是很明确。但这次呢，我就是在色彩上完全打开了，因为我发现没有不好看的颜色。我想呈现的是那个工作方法和那个累积每天渐变的那过程。因为我老讲这类的故事，他们就会以为我对死亡有什么深入认识。我说其实我没有，我是惧怕的。
但是我每一次面对其实它是特别有作用，因为叫向死而生嘛，然后面对它的时候你回过来，你每天要做的事情是被你审视过的，你是我愿意做的，它有这样的一些作用。那我觉得如果在没有面对这个问题和面对的人，他可能做的判断会不一样。先把那个无体啊受气都刷一遍，然后我就坐下来画水墨石，中间时间就给他吧。我一开始画可能就是想，因为那个大概2002年的话差不多是20多岁，那时候就是思绪很活跃，就是总是想到外边去，或者说从时间上想想更早的事儿，从空间上你总想不在这个地方，因为那地方很糟糕，在农村很脏很乱，在北京郊区就这种逃离吧，但就是不喜欢此时此地的自己。那么好了，我就去画这个，因为画这个你注意力必须很集中，那个笔尖很小，然后我会把思绪拽到此时此地来，它有这个作用在。因为包括我们跟朋友们那个岁数的朋友一起聊，都会很有想法，说这个说那个，但后来发现都不实际。那么我这么做，我觉得应该更现实一点，回到自身，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画完了，差不多累了，休息去看看，干了我再刷一遍，或者到了傍晚该回家，我给他刷一遍。然后我觉得更像种菜，地里边看看啊，看看它干了就给它浇点水什么的。就像北京有一个藏家叫张瑞，他比较狂妄的一个人，他有一个观点就是，藏家是大艺术家，艺术家是小艺术家。他说艺术家是农民，意思是他是厨师，我只是给他提供一个白菜，那个人提供一个羊肉，但是他来烹制出来。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就像我的画廊，他会特别谨慎去分辨藏家，他要找到的是真正藏东西的人，而不是说炒作品的人，因为有的人买是为了卖。然后但是对艺术家来说，好像我从来没这么高要求，因为当这个东西有一个人你给他了以后，我觉得他就完全有权利去处理这个结果了。那么所以我觉得我的要求就是，东西在工作室的时候它是我的，就这是过程，当我觉得它已经没问题了，出去以后我就不管它。其实这样的态度特别有意思，因为后边就会带来很多意外。可能你10年前的画突然在市场上炒了一个高价，它也会给你一个消息，你觉得那个是跟你没关系，但这个人家会因为这个又来重视你，这个都是在意外的，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没想到的一个事情。所以从这角度来说它也没结束，它还在外边，甚至连作品的内行很多时候都是当作品在外边漂流的时候人家来丰富它的，这个都是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不过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上次跟我朋友讨论，然后他是因为这次的尺寸到3米嘛，对，大一点，2.8米，快到3米。他的问题是，没那么大的时候，我说横着挂，他说这样对艺术家不好吧？哎，我这个问题倒没想过，我今天可以问你，你的画，如果不照你的方向挂，横着挂，我觉得不可以，画面的比例，还有它的长宽比例，它的大小比例，这就变得很重要。是，我横过来过，我自己完全不能接受。明白，明白。在北京能用10年的工作室也不多的。我也觉得。我去纽约看到刁德谦的工作室，我其实跟他聊很多很多，但我最让我强烈刺激的就是他那个工作室用了40年，好厉害。这个反映很多了，就是说他的那种租户是被尊重的，制度有保障。另外一个就本身时间，一个地方你待了40年都没有换过地方，那个就让你挺无语的，就是不太好说什么，尤其是从大陆去的，就是更会有感触，因为北京整个都是波动的嘛，其实最终是需要一种稳定感，这个东西在这儿没有。
这种稳定感会比较弱。嗯，我觉得你身上有。对，所以我的创作要有，我自己在找一种稳定感。如果你靠外界环境来找稳定感，是只能碰运气。嗯。竹子是你的主意，刻意种的？竹子没有，我的朋友租了一个很大的地方做学校，他种了一大批竹子，然后剩下20棵，就种到我这儿。隔年他那200棵都死了，我这20棵变成200棵了，因为我这。比较好，它有一堵墙。北方养竹子不容易，因为有风，然后这个挡风。另外一个，这个墙外边有一个水沟，所以对，有水，有潮气，有防风，所以它就长得特别好。Several projects were floating in the air in China for a large museum. Talks with the Beijing, Shanghai Minister of Culture proved to be difficult. The Minister of Culture needed permission. Yes, Lars approached me at the same time with a new idea and with a kind of guarantee that here would be built a world-class museum. I've read and heard his statement many times, but basically informing Uli about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is also part of China. What was your reaction? So why we put these two paintings as the origi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Contemporary art is about individuality. It's about the people are brave enough to show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s, from the mainstream, from propaganda. So that's the two work. And these two work are created in 1974. It's kind of they try to hide themselves from this kind of political.这个展览我们是一个编年史的展览，我就希望这个能把过去40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历史事件全部涵盖在这个展览里面。他一直有一个特别的认识，他觉得收藏作品是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最快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收藏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收藏，非常 comprehensive。的就是 N Plus 那个香港的一个美术馆收藏的，他对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他的贡献蛮强的。80年代还是挺热闹，在北京那边。
85年就是跟那个罗森堡就是同时办的一个展览在北京，然后那个认识那个侯汉儒，还有一帮那些艺术学生，然后开始跟那个艺术圈子有一点关系，然后被邀请到那个杭州，就是开一个工作室，就是这个方志。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装置艺术就也不是特别了解在中国，所以他就是铺这个底，就是可以做装置艺术跟空间有关的。很长时间那个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为了出口。都是国外的藏家，就是国内的很少，就是基本几乎都没人都收藏。1986年か7年ぐらいに蔡さんとか中国からその留学してきたアーティストが東京にたくさんいたんですね。うちがアジアをや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うちによく来て。みんなと交流を持つようになって、そこからがまあ私の中国の現代美術の始まりなんですけどね。で、その留学生の一人から1989年の2月にその北京で初め、まあ中国で初めての現代美術の展覧会が中国美術館で開催され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を聞いて、でそれを見に北京に初めて中国に行きます。Next stop here, then we talk about the second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very famous painting by Chinese artist Wang Guangyi. I mean, the whole story, the whole narrative of the 1980s is like all the artists try to use their art as the way to change the society. But some of the artists really can predict this kind of huge social change. And 4 years after this painting, showed in the National Art Gallery, and then they have the Tiananmen Square movement. You can see on the other side, we also show some very important and historical photo by Chinese Hong Kong photographer. 就这个展览来说的话，你也可以注意到，就本土的，就是很多人的这种，质疑啊、怀疑啊都蛮多。我想质疑、怀疑有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你们是不是这个，我们香港为什么要展中国的艺术？我们香港纳税人的钱。那还有就是你们是不是有这个 self censorship？ 那么其实我们是没有 self censorship， 包括我们，你看我说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要展希克的藏品展的话，那里面六张刘湘成的照片不是希克的藏品，是我们后来添加的藏品。我们觉得为什么要展这个藏品？我也不是要争论这种把自己故意变得 controversial 争论，我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对于我们把握那个时代的动画是最直观的一个东西。在90年代就开始有一些艺术家用摄影来表达，有很多可能是新闻艺术家，然后他们完全是在镜头前面就是做一个表演，这个可能是跟当时这个社会有关系，就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合法的公共空间去做，但你没有观众，那你可以就是记录一下用相机。现在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大家现在有一个手机，可以就是拍摄呀，什么都可以做，而且可以同时做。当时可能是差不多是九六年，龚欣就开始学习这个新媒体的一些当时有的那些软件，包括当时就是张培丽他们一起在研究某一个软件怎么用，然后拿这么厚的一个说明书啊什么的。水云雀节，冰水为之而寒之。And well, she announced the ending government announcement and propaganda every day, 7 o'clock in the night on the CCTV news. Well, Zhang Peili has changed the content for her to read a dictionary, a definition of the water in the dictionary. So these videos are pretty long and they keep repeating.So this also kind of unchanged the time frame of the daily life and this kind of reality in the Chinese. This was a very famous painting by Chinese artist Wang Xinwei. You may recall the memory. This painting was based on a photo
of the Liu Xiangcheng, while like the citizen tried to save the life with two wounded students during the democracy protest. But the artist hereby, he took the two penguins to replace the two wounded students. The title named New Beijing, New Beijing, New Olympics, as the slogan for the 2008 Olympics, where the government tried to want to fasten this kind of urbanization. So the urbanization is also could be a way to essay all this kind of the memory. So it's more like be more urgent to remove these kind of things out. So that's the kind of, so we want to show the world that like this kind of continuity of the kind of rethinking of the history. 我想从稀客的角度来说，你要了解他收藏的历史的话，他还有一个当年的一个点，他就说我希望这个作品能够做出来的时候是能够我是代表中国人在保存这一段的历史。 I have sort of to decide whether I should pursue China where the problem that surfaced was what are the censorship rules and IHad to insist that they were shown to me so as I would be able to assess what could be shown in China and what could not be shown in China. And that is sort of where the process stalled for the time being. And then we came to terms.这个美术馆的定位，从我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在一个各种力量的角逐和博弈下出来的，所以这个博物馆最后就定义成了一个这种国际性的博物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希望强调中国艺术跟世界的联系，比如说海外华人。那么对于希克来说，他一直当时他是觉得他要了解中国，他觉得海外华人的艺术可能跟他对中国的这个理解有一点点距离。我们最早说海外华人，其实说的就是黄永平啊，蔡国强这一代人。我们对第二代海外华人是注视是不够的，李元嘉。对，林寿宇还有这个 David Dell， 这个是一批，所以 M Plus 还是有一个梦想，我们想希望成为一个海外华人艺术的家，包括我们最近华人也是我们研究进入到东南亚的一个方式，包括像马来西亚，像新加坡啊，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把这种海外华人的概念扩展成为一个 Asian Diaspora， 就是在海外面的这些亚洲人，然后他们的东西是怎么样。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关注说，我们不是一个中国的艺术博物馆，我们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博物馆。也称水饺、水人、水乡的居民、水工、治水的工程人员。二，船工、水手。最早我把艾薇卖最凶的时候是我卖的，我很早就认识艾薇薇，其实我一直呢也不是很理解艾薇薇做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哦，后来理解哦，中国有当代艺术。回中国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没钱，挣点钱嘛，总得挣钱嘛，我就在毛文清那儿看到那个艾薇薇那砖头在开晚会，毛文清家里 barbecue 的时候，我说这是艾薇薇，他说是，我说你卖多少钱？他说一千块钱一块，我说行好 ，Howard Faber， 问我说。你还觉得中国哪个艺术家好？我说我觉得艾薇薇。他说艾薇薇，不是你要认名字，你要记住艾薇薇，艾薇薇。呀，啊，我说好 ，OK。他说你有什么东西？我有砖头。他说砖头，拿我看看什么东西？就砖头放在木盒里，拿去给 Howard 看。Howard said, "Gang fuck you." I said, "Why?" He said, "What the fuck are you trying to do to me?" 你要拿我干嘛？还没到家，他说，哎。他说你那有多少块？我就问毛一清你有多少块？毛一清说还有18块。我说是吗？我说哦，那好，都要了。然后我加了多少钱？加了5000块钱美金吧。其实卖这些东西很简单，当代艺术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大家喜欢看到没有看到的东西，大家喜欢能看到记住的东西。那么艾薇薇太容易了，名字好记啊，操，故事也好讲啊，这诗人大诗人的儿子。对吧？这个你卖东西就讲故事嘛，我们就卖热空气的。在华尔街就是卖热空气，卖当代艺术不是也卖热空气吗？那如果真的是边走边聊，我们就进去吧。我们可以，好，你来决定，你带着我。好好好。上次是刁德谦的展的时候。哦 ，OK。哇，很久以前。
因为在台北成品的关系知道刁德谦，是吧？对，他当时我不了解，对对对对。当时我就说，为什么要买个中国 Andy Warhol？ 我觉得他是非常难得的，哎，花了这么大的心思在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是一个特别会坚持的艺术家，我觉得这点我特别佩服他，因为你想就是。现在国内的这个环境就是很多是这个立刻就得到某一种成就啊，或者是就走红，或者是市场上的，但是他就是刁德谦那种坚持是很难就是在了解的。你想到六十年代，而且作为一个华人刚到纽约，也是可能这个这个社会还没有完全融入进去，然后但是就是爱上了这个抽象艺术，然后就开始做他的创作。拍卖会，我在现场。都是吗？一直往后倒数，到快要到步数前的时候，我朋友买了。我后来跟我朋友说，我们这叫捡漏呢，还是我们一起参与了欺负一个艺术家的过程？那时候我跟刁德谦不熟。那段时间发生什么事儿？就是艾滋病真正影响到这个，就开始死人了，在艺术界开始死人了。就是 Kiss 三十张是死了，他刚死的第二天吧，就是高古轩的开幕式，在百老汇，大家都在那儿聚会，然后就 Kiss 三十死了。我就进了一家 SOHO 很大的画廊，后来那是很商业的画廊，签了一个合同，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我那些画没有意思了，我发现我切入点不对，就是不懂什么是当代艺术，很多这个点就是很多中国艺术家跟西方艺术家的区别，就是我。体会到的哈，像很多中国艺术家是通过这个艺术是致富，然后致富以后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财产，你要保护起来，啊，因为他以前没有经历过嘛。这条路一开始走，就很有可能是失败，99%是失败。就我也没有办法把握我能成功或者怎么样。没事就好起来。好些像话吗？不是，咱们什么都研究啊。研究什么呀？诗词歌赋。哦。天文地理。嗯。古典文学。呵，没有研究不到的。涉猎的还挺广。都得学啊，都去学。没事的时候研得了墨，添饱了笔。啊。写点诗词歌赋。郭德纲是差不多，我想想几，大概十年左右之前，有个北京的那个广播电台，每天大概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全部都是相声，但是有一段全部都是郭德纲的。那会儿播了他的相声的时候，是他比较早期的那种东西，哎，但是现在我觉得更好玩，他现在就是更加随心所欲，更加拿一些可能以前人不能说的东西他出来说，其实也不是不能说的，就是。打铁呢是怎么着？反正我就已经很习惯了，人家不是很喜欢我的这些东西，但是呢，还有一个对我有一点这个有鼓励作用的，就是说人家会喜欢我前一段的东西，有这种情况。我爷爷的爸爸跟鲁迅是朋友，对，那个是我曾祖父，他的日记里写的那个东西呢，跟鲁迅日记写的东西是可以对得上的，所以呢。以前嘛，家里很穷嘛，不能给就是孩子留什么嘛，就留一点书，就当个纪念嘛。所以这个书呢，我就是这个书本身没有什么，就是我可能会有好多东西会想起我跟爷爷以前，哎，我就有点不舍得。
然后我跟我爷爷感情特别好，那个就是小他带我的，然后我这些有一些可能算是有想象力的那部分，其实可能都是受我爷爷的影响。我太想问好多这个别的艺术家这个画他是怎么画的，用的什么材料啊，比方说像那个黑人艺术家有一个叫艾拉格里格，你知道他吗？我看到过他的我看过他大概九张。哇，老师你都这样记得清清楚楚，就记得他就是看着他的东西太少，这些白的地方可能只是反光，整个其实是黑的。比如这个东西凸出来，这应该是这个亮的地方应该是在下面，为什么这东西又在下面呢？你看这个好像都是这样的，对吧？肯定是有厚度。它如果是珐琅，它应该是很匀的这种亮点，但是它又不是，我就不知道。它是很特别的一种东西，既不是像欧洲，也不像，就是都不沾，但都有。有一年我带小孩，我们在纽约，就是我在路上走，有个黑人跑步，在我边上蹭了一下，我的感觉就跟真的跟过电一样的，就是他的那个力量特别大，他跟我们不是一种人。所以我们这个心里面上的有很多标准的东西不一定是他们的那个标准。现在我觉得是什么，就是说东方人其实跟西方人是应该是有区别的，但是现在这个标准是在西方。我看到现在好多年纪轻的艺术家画得特别好，但是呢他甚至他的有些形式他可能用的是西方人的形式，他甚至比西方人画得还好，他这东西不是我们的东西。我有这个想法，我希望我自己呢，哪怕画得不好，但是是应该是真实的，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中国人，既学习了中国的以前的东西，又学习了西方当代的东西之后的一个结果。开始的时候会有人说，因为他可能也是比较关注说这种画面的荒诞感张力。我之前也很就是之前也很困惑说中国人为什么要画油画。我后来我就想，其实我用什么材料并不重要，而是在于我是中国人的身份，我其实我有很强的自己，就是中我觉得就是我即使拿就是做装置做视频其实也是中国人在做，他就是他的这个中国的气质是在鞋里面的，这个是改不掉的，而不是说你说一定要画中国画。你现在是从英国算是回来定居还是会当面跑？主要在中国，如果那边有展的话我过去，因为在中国还是比较幸福的做艺术，因为英国的艺术家都很，就我 RCA 的同学毕业了都是挺辛苦的，都同时要打两份工才能养活自己。我对英国那个生活物价特别高。对，而且年轻艺术家的机会本来也不多。平常在的时候有一两个人同时在就已经对，他们很多艺术家挺纠结的，因为会挨一份零工，然后呢就是为了交这边租金，但是呢打了零工以后他们又没有精力来这边的画室。对，比如说那个北京的首都博物馆呀，或者这边大英博物馆，有很多青铜器瓷器特别感兴趣，然后我觉得那是一种出国这么久找到一种归属感吧。但是后来我导师就说，这是你的其中一个身份，可是你又经历了肯尼亚，你又经历了泰国，现在你又在伦敦，那为什么这些你不能放在你的作品里？我就说哦，没错，对，就是不能这么就是相对的这么去看两个。我觉得就是在欧洲这种大城市，特别是伦敦，因为它是一个英语城市，就很适合像我们这种就是可能背景稍微比较复杂然后比较多文化的，因为伦敦就是一个多文化。昨天咱们走有韩国人，我听出来也有泰国人，然后意大利人法国人，越来越多的人从小在就是非自己就是出生的地方长大。我觉得 I'm not really special， 就是可能是
这么多里面其中一个 case 比较 particular， 每个人都有自己 particular case， 所以这种 identity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描述，因为它就像你说的可能就自己就会出来。哦，这个好看。最开始我用这地毯是因为我现在父母在香港，对吧？他们家里，你知道香港那种公寓都在亚洲一样，都是那种有一些大理石啊，很好的地板这样子，但是家里全部都是非洲家具。我妈妈从我们肯尼亚的时候买了一些，就是在本地他们用那种废木啊或者废的那个渔船做的家具。小时候跟这些东西长大，你不会觉得所以然，你就觉得哦，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反而现在你再去重新去了解，重新再用新的就是一种 fresh 的眼光，他们会觉得哎，还挺奇特的。在他这个地毯讨论的很 specific 一点，就是说怎么去辨别它不同的图案，因为有不同地区嘛，它不是哪个部落创作的给它一个命名，它是哪个地区给它一个命名，就等于说好像跨了国界这种感觉，地域性的命名。然后呢，也不是说谁织了这个地毯，然后呢以它作为一个 label 这样子。我觉得这跟当代艺术其实有很多共同点。有 collector 问我说，你是中国艺术家还是英国艺术家，我说我可能都不是。That was a work done in 1959, the same year that Singapore gained self-governance from the British. And in that painting, what you see, a group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the new national language, which was then considered to be Mala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 felt that the destiny of Singapore was no longer with Britain, neither was it with China, but really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So everybody had to learn Malay. And on the blackboard are two very simple questions written down in Malay. They are Siapa nama kamu, which means what is your name?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Di mana awak tinggal, which in Malay means where do you live? The two questions also have a lot of meaning for us, because what is your name is really about your own personal identity, and where do you live is about your sense of belonging, your sense of home. The National Gallery opened in November last year. We really aim to tell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art from the 19th to the late 20th century. And within this narrative, we really want to look at what were some of the important key art movements, as well as key artists from Singapore. I think in the past, modern art has always been understood more from a Euro-American perspective. Whilst we feel that there's still value in that kind of a storyline, but there must be other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because artists in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were working in very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They were reacting to very different social circumstances. We were a port 180 years ago. We were a port for import and export, and then we built everything around it. Even in Singapore also, with the National Art Gallery and the museums opening, it's very good for the regional art scene. You go to a museum and you look at some artists even I've never heard of before. This is very good for the soul of the collectors, to know more about what they're collecting and to hav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cause it's nicer for people to sit down and think about what they want to do. Also for the artists, because previously it's just exhibition, exhibition, exhibition. As an artist, do you have the discipline to think about your work? In a quiet time like now, it's time to consolidate and think of bigger projects, because it'll come. It'll come again.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好玩就可以了，对，谢谢。
安东尼·格姆雷啊，我们见了很多次，我以后可以给你补照片，就是比如格姆雷看的照片。我们这个反正是一个 KTV， 是一个俱乐部了，总共有四层，有10000多平米吧，12000多平米。我们其实也不算就是艺术和商业结合，按照我做这个是做的最早的，就是很早就把作品放到这种场所里，但是不是为了商业，好像通过它带动生意，因为很多人都一直说，哎，你怎么也不贴个标签啊什么这种，人家不知道啊。这其实我觉得一个好作品它能改变一个环境，其实很多客人刚开始都不知道，他也或者但他会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挺好的东西。这个你知道这怎么？这是蒙娜丽莎的背面，巴西的一个艺术家。我去巴西看，还挺好玩的。我们也做展览，我们其实每天有演出，也在这做过展览。张丽在这做过个展，就去年2021的时候，我们做了一 party 在这，上千人的来了，很热闹。对，因为之前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但是现在其实可能连我们的员工都知道了，客人很多就都知道了。尤其有些，比如说他看曾凡志，可能拍过很高的价格，老百姓都知道，就是恨不得那样。可能很多界定于，比如说这作品很贵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好东西它还是能改变一环境。这个感觉。马瑞呢？他来过，我们还有一张照片。我说你跟他合张影，然后他老在创作，你知道吗？他就哎，他让我躺在这儿，他在这儿，对，而且在这儿唱歌什么的。对，很多馆长都来过，都。在这儿都很放松，包括蓬皮杜的馆长、泰特的呀，都有。人都会有一些精神追求嘛，你可能不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喜欢对吧？都有自己一些爱好嘛。因为刚开始就是我们本身需要挂作品，就开始买啊。那你买就想买的越来越好啊，对吧？你可能开始了解、去学习啊什么。那刚开始就什么都接触。比如拍卖也会去，但您不懂嘛，那你就要想学习，就是这样。不过在中国，因为是任何事情速度很快，就快速学习，去买书，一买就什么书都买。那现在可能就开始有点做机构了，那也是在往前走，因为对你收藏也是有帮助。比如说，我们也经常的很好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只给美术馆，做这个，那机构也是。能被更好的收藏，人就是反正各有所好。因为我刚进入的时候，其实你分不清，因为你没有概念，比如什么是当代。因为我去中央美院去为了收藏去学习嘛，不能讲理论不重要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要看得多很多，因为它还是有些很多是新的东西不断涌现。其实我跟很多人老讲这个，就跟我们小时候那个童话，就是小马过河，你知道这个吧？小马过河，完了就问这水深水浅啊，你要问那个乌龟，他就说水很深啊，对吧？你问大象说水太深很浅啊，所以说其实别人的给你概念都是别人的角度，你只有自己去试，真的是。而且我其实算走在前面吧，比如跟国外画廊打交道，那是一个心路历程。啊，这去纽约的时候，我看了那个杰夫·昆斯和那个乌斯菲什的工作室。你看他这样举给我看嘛，他要这么做，这是他最新的作品嘛。而且有些时候还有那种缘分。你看，我收那个迈克·波尔曼斯，就他也对你特别的尊重，然后就很开心。完了他的作品，我就一看就是喜欢的不得了。就那个时间段是你能买到，你知道吗？后来第二年。就几乎市场上见不到了，包括像瑞士巴塞尔，他们带的都是二手的那种，很小的，就你买不到好的了，所以你就得要求你自己一定要再早走一步。他有的东西就是不是说你的，就是你跟他交流你就有乐趣了啊，那肯定，但是你肯定会交流完了，你会觉得你自己更贵了，就是。也是你看世界吧，就是因为你看到每个城市你都可以看很好的艺术家，你也可以看很好的藏家，跟这些人去交流，你也可以去了解嘛。
This is the property of my friend. He do the wine, olive oil, and art. He's a collector of me. He's a friend of me from maybe 10, 12 years. He's a very deep friend. He have a very big experience, more than me, maybe, because he collected from when he was very young. That would be the teacher of life. Raining day. Is it raining often? Normally, this time is the spring, is the moment of the rain. Okay. This is Daniel Durand feast. I don't know, there is something. Yeah, it's the water. Water, yeah, that is so... The title is Walk on the Water. Is it like Jesus? Walk on the water. Come piove vanno nel... When it rains, they go to the house. Oh, okay. Look, the Gallo is the first one. Gallo is the name of the artist. Oh, okay. But also is the red... That is the first acquisition in the gallery of Pino. Because they have six kids, you have choice one for each children. For that, in 2004, my friend Lorenzo, going to Beijing, he suggested Maurizio and me for open there the gallery. In that time, it was the first art fair in Beijing. He do like an explorator for see what is the suggestion of Shenzhen. In 2000, we meet Shenzhen,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tists universal, also if you come and born in China. And he have opened the eyes to us about China. We have founded this gallery with Maurizio Rigillo and Lorenzo Fiaschi in 1990, 26 years ago. And in San Gimignano, we are more in the area to build the bridge in the culture. And for example, now we have seen here, it's possible to see the exhibition of Cho Juje. We understand, we feel it's Chinese, but he have used this base not for remain where he come from, but for imposed the point of view at the others. But yes. It's just give the possibility at the others to understand what we have in together and what we have of different. One town is destroyed completely in Second World War II, and it was rebuilt after. For that is a new town, like Poggibonsi. In that new town, have not the art like San Gimignano. And you feel the difference. In 10 kilometers, you feel. New town generated today without art, and San Gimignano full of art, where arrive 4 million people for see what is do it in the time. Our idea is, if it was do it before, we chose the good artist, we continue the story of art today in our place. In that sense, also the work of Anthony Gormley, when he came here for the public project Art and L'Arte, it was very emblematic because he put the question in the town about the social affectivity point of reference for the people of the town. Oggi sei stato dichiarato cittadino di Poggibonsi. Come ti senti in questa nuova, in questo nuovo vestito? No, I'm really happy about a lot of things. I think that the truth is that the work is just beginning. You know, we are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the acceptance of the work permanently within Poggibonsi, but you could say that this is also the moment when actually the real work starts.
When people ask each other as they pass by this square or any of the other places, what the hell is that doing there? In a way, the work is quietly asking the same question to them. And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And this reflexivity, this idea that you put a foreign body that is actually not so foreign because it's just one of us, placed in a different way, in a different material, in a place that perhaps you wouldn't normally expect to find it. In the 10 years of activity in the public place with our trial association, we have donated 21 pieces of Anish Kapoor, of Anthony Gormley, Yannis Kounellis, Buren, so many artists. And that was because we desired to give a continuity at the art in the public place. That is the art for us have this rule of the non-violent revolution, if you want to talk in the big words. Because the person himself understand, have a time for reflect, have a time for talk with the others, have a time for choice. Don't fight the others, but grow up. We have a collaboration with Galleria Continua. Every year, Castello di Ama invite an artist, stay with us, stay with Marco and Lorenza, that are the owner of Castello di Ama and art lover. And they stay with us, and after they project something site-specific and permanent for the winery. Here is where we storage the wine. It's very, very special, and are different pieces of crystal, artisanal crystal made in Colle Valdezza. It's a small village near us, and are all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organs. You can recognize the heart, the lungs, the intestine. Shenzhen spent a very big part of this life studying firstly Chinese medicine and after our medicine. And he chose crystal because it seems so strong but precious at the same time. Now the wine is sleeping. Even the plant, the vines are sleeping, waiting for the spring. Look, this is Mario. Yeah? That is the beginning, but without money. Wow. That was good, but we are not the big producer. This was the project in the countryside between art and territory. We have chosen the artist, that is Zorio, Lothar Baumgarten, Richard Hamilton, Sildo Mireles, Ronnie Horn, and Pistoletto. Every year, 10 of these and the 3 big were sold to the in a auction, and money go to beneficenza, charity. This year, the last artist, the result is $300,000 or $400,000. Wow. It's crazy because one magnum of wine without the artist label maybe 400 euro. So incredible. We do the charity dinner for producing water, and we give the water wherever no water in the world. The project was art like art times plus wine equal water. We'll come back to the sun. Because if you eat good, you drink good, also your body is safe. Now with the globalization, you don't know from where arrived nothing, more or less. In that sense also, if when you know local and global, when you try to connect the dignity, the importance of every part of this world,
and we have take from the other before we donate at the next. I hope for the give a donation, it's important you try to give the best at the next. Art, for me, give that sense and the continuity of the desire to remain in life. This is like a birthday. Everybody's birthday. The life is an everyday birthday. を見てるって何だろう、自分の彫刻が出来上がってからも遠くを見てて OK だけど、でもこの表情は何だろう考えてって、だんだんそして思いついたのは、一番遠くにあって分かりにくいもの、自分自身じゃないかって思ったのね。だからあの遠くを見てる目っていうのは自分の中をあの覗いてる、見ている目だって思ってます。今はなんか人間が生きていくときに自分の中にこう持ちながら生きていくものということで、食べ物、リンゴの食べ物とか、それから自然の森とか、宗教との関わりで、ここにあったのは教会とあの裸の人間の胴体、あの背中こっち側にあったおじいさんと子供の顔、あれはあの同じ人、うん、で子供の時からおじいさんになるまでの時間、本って多分人間の作り出した一番美しいも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ここにあったのは僕自身ですけど、あれはあのポーズは僕が時々見る夢で、空を飛ぶ夢を見るんですね。でその夢もやっぱりある種人間のこう精神にとって大事。普段は単独で森の中で住んでるんですよ。でそのそれで、まあ、繁殖期だけあの子供作る時だけオスとメスが出会うけど、またこう別れて、で本当に一匹で一頭で暮ら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が、そのなんかある言葉があって、充実した孤独っていう言葉とつながって、で作りたいと思って、あのここパーツにあるはずだから、それはきっと大事なことなのに、あまり孤独を怖がらないで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寂しさとは違いますからね、はい、充実な孤独どうも、いえいえ、まあでも僕は割と友達も多い方ですけどね。はい、そうですね。寺田倉庫では単なる荷物をお預かりする倉庫ではなく、本当に価値あるものをお預かりし、未来へ行くことで裏で勝手に取ったされています。そんな寺田倉庫が現在最も力を入れている事業が、時空を超えて人々の心を動かす美術品の保管サービスと。Action. Just like a painting, installation, video, sculpture, and in the very professional warehouse. Same temperature, same humidity. Because of the artworks, not only for me, but also for everybody who loves art. And we collector, so they have to pass our collecti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with aperfect condition, I trust. Because of the, now we can enjoy the beautiful pieces
1,000 years ago, 500 years ago, because of the many collectors that pass their collecti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続きましてアートコレクターの宮津大輔様より我が家のご発声を Dost for our future and development. Kankanpei! But I really want to live with artworks. So I decided to build my house with my friend's artist. In Japan, so renting the money for building a private house is very good because of the very long term, so interest is very low. Yeah, I found, it's a great chance to get the big piece. The house is like a big and great piece for me. So it's just a simple first motivation to build my house with my friend's artist. Over 10 artists taking part in this project. We are friends each other. And of course, I already get their artworks before starting the project. And every artist went to here and discussing and go around my house and know the environment. Mm-hmm. They decided what's a piece for my house. Mm-hmm. Yeah, that's the style. This house is designed by Dominique Gonzalez Forestos. She is a French artist. This is the window. In Japan, we have many rainy days. Her idea is enjoying the rainy and the rainy sound also. I am a collector, I am very happy living with art. But my wife, she loves art, but she's not like crazy like me. Our idea is should be comfortable, should be good for spending almost time of our life. Japanese lifestyle is changing. Mm. There are many houses without the Japanese room. But my idea is we need a tatami room because it's very easy to relax for we Japanese. Most famous painters painting on the Japanese sliding door at that time, but only for the daimyo-like temple. But now is a very democratic era. So it's possible to the same way with the top painter for we ordinary salaryman. Wow, it's contemporary, I think. I am working for the company, I cannot decide what we have to do. Then the meeting and our boss, the decision maker, decide. So it's very rare case, judging and deciding by myself. But collecting artwork is a very precious chance to decide something by myself. When I was 32 years old, about 20 years ago, I got a very big piece, 1965 by Yayoi Kusama. Now, Kusama-san's price is crazy, very, very, very expensive, I cannot get more. 20 years ago, it's very cheap, but it's very expensive for me because 32 years old, normally office workers' price is very big, and I lent the money from my grandmother, mother, and also wife. They misunderstood, he is crazy. He want to get a piece and paying the big money over 1 year income. Why do you buy the artworks? Yeah, my grandmother told me many times the same thing. I'm buying and I'm getting only the young artists. Sometimes nobody knows. When I saw the Nara-san and Domene, they have the great talent, but sometimes the young artists have to work the part-time job for their life. I don't want to be just a
visit or just an art lover. I want to be a collector for them. I want to pay small money for young artists, the future, I think. I learned that piece for LA County Museum and MoMA, and they be back to Tokyo, so that we went to the show with my wife, mother, and grandmother. After seeing the show, they not understand totally, but they understand my idea a little bit more. So that's a very happy story for me. The artist is Nakagawa Sochi. Yeah, artist idea, so the making the curtain with the patchwork of kimono of our family. Her father already died, my father already died, and her mother is living in Fukuoka, Kyushu, and my mother is living in the hospital in Tokyo. So we want to live together, but it's impossible to do. So we can get a feeling so that living together. でこの時はね、ソンドンはお父さんとは仕事をしてたのね。お父さんが亡くなってお母さんがすごく落ち込んでたの。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事儿吧，就是从我母亲把这些东西原来都摆得整整齐齐的，在家储存都挺好的东西，都得把它开了包装打开，把整个屋子全摆满开始。我就试图给他收拾屋子嘛，把它收拾干净。我们也扔了不少啊，我们认为是垃圾的东西。但是他呢，就是非常生气，然后说你不能控制我的生活。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有他的过日子的方式。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把这整个的屋子要变得这么满？他说因为你爸不在了。他说这些呢，我看到这些东西以后，他来弥补这个空的屋子的空。所以我觉得呢，我。彻夜难眠，确确实实是想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就是什么是孝顺？就原来老说孝哈，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还有个顺字？就是顺者为孝，应该是按照我母亲的方式，然后呢，这个就继续再发展下去。所以我就觉得呢，我就跟我妈说呢，咱就不扔了这东西。我说我也不会再扔了，那咱们就收拾收拾。ソンドンが来て、お母さんと一緒の仕事をしたいと。お母さんが30年近く捨てないで持ってた作品で展覧会をした。就是看看我们到底有多少东西，就是你有多少双鞋呀，啊，你到底存了有多少个这不碗呀、杯子啊什么的这些，就是我原来视这些东西为垃圾，这都没用，我们用不了那么多东西哈，一直存着。然后呢，就等于给他找了一个活儿干。これはお母さん。でこの展覧会中、北京でやった展覧会中、毎日10時から5時までうちの画廊にお母さんがずっといて、友達とか親戚とか来るとうちの画廊の中でお茶飲みながら話をして、私なんかね、すごいお母さんとこの展覧会で仲良くなって。那么就发生了转变。发生转变就是我们一块儿去收拾，他有一活儿一块儿干。他拿着这个杯子一说，哎，这当年你爷爷用这杯子怎么着？收拾出那双鞋，你看，哎呀，你奶奶脚这么小，后来都买不着这么小的鞋了，得买儿童的鞋。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家庭的交流，他把一个时代也带出来。で、やっぱりね、このすごいこういうその捨てられないっていうね、あれは世界中いるんですよ。ここにね、上にね。ネオンサインをつけたんだけど、その内容がね、お父さんに対して、ね、パパ、我々はみんな元気にしてます。因为对于储存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从人只要有了，他就要储存东西。储存的那个概念呢，是害怕失去，所以要存住，
然后呢，但是储存本身它就变成了一个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必要的语言啊。因为我和我母亲合作这个物尽其用，其实我有机会在跟我母亲这代人在第二次学，来学这是如何去真正的生活，然后把这个怎么去对物质的一个重新的认识。那么他们就认为不能浪费，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浪费太多哈。所以我这次我写了两段话嘛，就实际上是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经常跟我说的，我妈说这些你看这些东西都没用是吧，在未来都是有用的啊。就是叫要物尽其用，是肥皂。啊，为什么写的肥皂？是那个小的小碎头，把它揉在一起啊。这个其实就是我母亲那一代人，他们呢，就是都是用这个方法，在就是不浪费嘛，不浪费。把剩下的碎。对，你看剩下的它可能就是剩到这么小，你很难拿到手里再去用。那么把它们呢，其实一般都放在袜子里面。啊，放到袜子里面，把它泡软了，放到袜子里边，它就固好了形，稍微干到一定程度再拿出来，它又可以用。对，肥皂特别有意思，它是从油脂来的，但是它可以清理我们的身体啊，这是洗身的东西，但其实艺术是洗心的东西。这个名字叫坐井观天，我想谈的是关于认识的。其实井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关于认识的一个物件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给我讲啊，我老说我知道了什么啊，完我爸说你看你就是井底之蛙，就是像你觉得天就那么大啊，你觉得你拥有了它的全部，说你没有试着爬上来吗？我说那我试着爬上来，哎，我看旁边有树有房子有天，哎，仍然有天空，但是天空变得小了。但是我爸说了另外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棒，他说难道你不认为那仍然是在井里吗？哦，我觉得我父亲特别棒。而恰恰是做了这个展览，觉得呢，就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都在艺术里，就是在这个艺术作品中，我可以持续地跟他们交谈。Because usually they show in the other space. I think also they were saying Wang Guangle has these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big paintings. We cannot show it in a small. Anyway, that they don't mean. Let him in my. I wanted to ask you why big format, but now I have the answer. The answer is that. Your question is why big? Why big? Yes. The size is big, then you small. Yeah. Makes sense. I like this fading from white to gray. All of this is your work, correct? And there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modes. Does he speak? Sorry, I'm not speaking. He doesn't speak English. But perhaps you're going to translate. And I want to know, is he working on the same work at the same time?容易比较概念的去理解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会谈到我的作品里有受禅的影响，哦，那因禅宗啊佛教，但是这样的话
也许语言翻译的问题，但其实跟中国人说传宗泰会理解成哦，这个艺术家可能天天打坐，其实不是那样的意思。就是我本科是做艺术的，但是在这边有名的就是艾薇薇，许冰，许冰，许冰，都想写年轻艺术家，我们张环，好吗？张环已经是。 比我要大一轮的一种前辈，因为这边之前前几年做一个展，叫什么新中国当代艺术，然后最新就到他们。所以从这种西方向东方，它就是看到那儿，类似这样也是我刚才说的一种另外一种概念化的东西。从绘画的语言来说，它实际上就像英语似的，是跟国际的，因为它可以通过视觉。 他不去分辨中国人、西方人。对对对，这个名字叫什么？Coffin pen，就是棺材漆的纸。Coffin pen，yeah。Coffin pen，you know coffin？You mean where you die？Yeah，yes。And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s is a radiation of light towards yellow mostly. What does yellow mean in China? What does yellow mean? You know，色情。 我从事媒体，包括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你能跟很多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那艺术家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门类，因为他是艺术的创造者。那包括画廊，那我们今天看到画廊的重非常重要，它在中国的民间对艺术的推广，甚至有时候会超过很多公共机构的推动，包括美术馆，它自己的这种发展和成长，包括拍卖行，包括博物馆，那。 包括一些个体的经纪人，那这里边它事实上是一个艺术的生态嘛。那在这个生态链中，媒体也是生态链的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呢，它会串联起来。实际上，我们每年都会规划一些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专题。那我每年都三年也都会做一个受访的专题。那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杂志的方向，就是要做艺术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在做了一个迷恋城市。 那今我们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就是人都是向往自然的。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在城市里？忍受可能像堵车、忍受雾霾这么繁忙、这么快捷的工作，但是我们又要在城市里。那城市究竟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迷恋城市，艺术是让我们迷恋城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恭喜你们！比较快。听说李奥纳多来是吧？对啊，对啊，对啊，宋慧乔也来了，然后张惠妹昨天也来了，然后阿 B 也来了，李奥纳多比较有趣。来了，谢谢。谢谢。Please be reminded to take care around the outdoors. Thank you. 各位坐船人士请注意，要参观中南部的视野。这个有点意思，他是谁啊？罗福瑞。哦，有意思。他声音怎么来的？OK。跟 LED 来。
他有 speak 吧那个 so 就有声音他就把它收出来 你好啊，帅哥，还行啊。就是你。对呀。好几年前就是做艺术家的时候，就是特别讨厌波兰会。有一个John Baldessari，你知道那个艺术家，他说，艺术家去波兰会，好像就是像一个孩子就进入那个他的父母的卧室，他们做爱的时候。我就说的很重。 对。Happy birthday. Every day is a birthday. Thank you. 我说你在这里是真的活模特儿，你看，大家都在说，很多人来拍他。对呀，然后都傻了，说对，连你一块买走。这个漂洋过，这去德国，德国人嘛。啊，好，我省钱一分钱，主要没打。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他的作品，对，所以我现在不是，他是我们画廊的颜点啊。啊，对吧？这最好的位置嘛。啊，对啊，真好，三件全卖掉。我来不及了，我慢一步。 多美啊！今年其实香港气象奖，过几天也是就是成为了他。你看当年的大美人哦，就是铁路就从中国来到这里，在他小时候，他是邻居，他的名字叫，所以他的名字叫 My Neighbor， 叫我的邻居。 But now I look at this painting and I think I should change the title because actually I'm wearing a cowboy shirt. And she's wearing a cowgirl outfit. So I could actually almost say, I could call this painting The American Dream. Because already when I was 10 years old, the 5 years in Hong Kong, my family was preparing to immigrate to America to join my father. And she too ended up in New York owning a restaurant in the 60s. You know, at that time we didn't know. In any case, that's what this painting is about. Just trying to make paintings about my 5 years in Hong Kong. The American dream, I think, still happens in the world. You know, America sells itself as this land of opportunity, and a lot of people believe it. So what really happens is maybe not such a dream, you know? For years, I had no market. You know, for years, I sold nothing. Nothing, so, really? Yeah, really. Basically nothing. I could not support myself selling art, you know. But in the last 5 years, it's better for me. So I'm not complaining. I'm happy. Yeah. But I also notice how commercial the whole art world is now, you know, and the prices are so ridiculous, and, you know, and so I can't control it. 这是私人藏家的，委托你们卖的啊？哎，我想说你们去哪儿找啊？感觉像美术馆挖出来的，真好。这个报价多少钱？3500。哇！最近大陆那美术馆应该都应该会看吧？私人美术馆，亚洲卖得动吗？啊，亚洲应该可以。可以啊，我也觉得。这个亚洲太奇怪了。各位人在场人士，请留意。 在参观展览会的时候，请不要碰到在场的艺术品。谢谢各位。 Phil, you actually run an institution up on the mainland, and you've actually had to face the beast. Talk about that a little bit. Have you ever really had to face, you know, censorship or, you know, I'm afraid to talk here. Like, how about self-censorship? I'll engage in that. What are some of your experiences?
Very timely question, as I have to catch a 7:20 flight back to Beijing tomorrow and submit my passport for my annual work permit renewal. So I guess we can judge the success of this panel based on the result of that process. I mean, now the self-censorship become very popular words to criticize the people. But thinking about the whole world museum criticize, sometimes you have to be like manipulated, you have to compromise to achieve a more big picture. Well,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for example, just to take an example of what's happening now, for example, in Hong Kong and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at I think these both these spaces are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the hinterland, of what is beyond these shores of these two islands. For example, with the, you know, an exhibition by M Plus of the Ulysses collection is sort of seen for me as a way of Hong Kong also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in Singapore, with the new National Gallery, that it tries to sort of theorize this idea of Southeast Asia. So it's interesting that these small spaces could sort of perform that kind of perspectives on like a larger territory. Is there a way that art can become a vehicle for articulating some kind of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of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what does China mean to the world? So if there are no questions or no comments,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Keep coming back. And don't touch the art. <笑>那个大刘伟成压力大不大？哦，哦，我只能买海报。<笑>不过那个刘伟在嘛哈，那件我就很想看，尤其你们很坏，故意把那个龅牙的部分放大。 其实这张画呢，其实是它是一个私人藏家，刚开始跟刘伟定做的。哦。对，不然刘伟很少画这么大动作。明白。其实当时刘伟的工作室其实很小，所以他为什么变三年平的方式？因为他没有办法同时画一张大画。哦，明白。这张我觉得很好玩，是因为呢，其实从这张你可以看得到市场的 审美品位在改变中，因为这张其实我2008年拍过一次。OK。当时我第1200万流标了，所以当时其实我跟很多厂家推荐，没有人喜欢。那现在就情况很不一样，我价钱反而估高了，估3000，可是我们这次呢询问度很高。我觉得拍卖不能说是教育，可是拍卖经常是对收藏者来讲是一个开发的窗口。 1934年可以想象，在巴黎一个东方艺术家用这样的表现方式，结合了所谓的工笔，我觉得在一个西方艺坛，我觉得是一个很震惊的一个创举。因为你到美术馆，终究你只是一个远远的欣赏者，可是，在拍卖，你就有机会放到你生活，你才会愿意去写。不当时和库尔贝就在 诺曼底的海滩一起画画，当时和莫奈也在一起。这些画家，我们现在把它分成印象派、19世纪，其实当时大家都是一个社交圈子，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的。每一件作品都曾经是当代艺术。我觉得现在的时代是亚洲人的时代，一直以来呢，美术史是有西方人在写，没错。现在我觉得终于轮到亚洲人从亚洲人的角度来看西方美术史，然后我们再 重新讨论这一些不同的视野，然后不同艺术家的重要性。就像这两天我香港最大的感受就是，香港在这几天，你可以碰到金像奖刚得奖的人，你也看到一个很观念的艺术家，当然你也看到一个女明星，都在这，但你也看到20世纪的巴黎的作品。香港现在是另外一个世界核心。
这次巴萨呀，林佑买什么？你知道这个艺术家吗？日本的啊。对，我知道，他以前很小很小。是的。可是他很贵很贵。直接送回来了。哎，这是另外一个。啊，所以他现在做那么大。哇，这个鸢尾太漂亮了。是去年吗？它原则上就是写实的卡比。然后它是用木头，哎。对，是木头。就是它的工艺是很厉害的，你看连花的薄弱和的小洞它都呈现出来。现在一两万美金真的买不到东西啊，除了你买很年轻的新艺术家，对，其他的真的都买不起。Hello， 男主角来了。哎，他怎么瘦了？你们瘦了也把他弄瘦啊？这里就是放的就是自画像的系列了。先放这个死对头在这里。对啊，所以你看，我非常喜欢这一张自画像。你看，这就是刘海粟，很凶，然后很有自信，这样子绝不妥协的那种样子。他才17岁，就成立了上海美专。你去看吴大宇的晚年的照片，看到他晚年照片就是这样子，瘦的那个样子。这是70几年之后的作品了嘛，他以前作品都不见了嘛，所以你看就很薄，因为他没有钱买颜料，这些颜料大部分都是朱德群寄给他，所以这一张还算是颜色比较丰富的。他很多画都只有两个颜色，黑绿黑蓝。他们刚到那个敦煌的时候，常思王去看那些石窟，然后他觉得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沙尘暴，什么都没有。1942年那时候哪有经费给他们，所以常思王就到兰州去帮大户人家画像，换钱换门去保护石窟。一直想说有没有办法找陈德华的学生来讨论陈德华。陈德华，我觉得蛮值得探讨的。这张哈是对着镜子哎，你看，所以这个白色是光影的，并不是障碍。那我们自己主观者会被反光给照到，所以看不到。我觉得他表现这个。郭川。对，这张不好意思，我顶了你几口。哦，真的。没事。他的风景方面的东西是完全是他自己自创的一个风格，然后他的一个学生也在讲这一张画，就是说他画这张画的时候，他的学生在旁边，他说他画画像在打斗一样，这样子拿着笔冲来冲去的，就是他说他在这一张画就看到他老师是这样子做，一下跑前面看，一下跑后面画这样，而且这只狗，黑狗，他就在。以前陈澄波呢，因为228事件之后呢，为了要避开政治迫害，所以有很多作品名字被涂掉，这个可能都有稍微涂或者会折起来。其实那时候就怕株连嘛，所以很多陈澄波现在东西少，不过当时收下来是要用冒生命危险才来敢把画收起来的。小心，那是艺术品哦。小心，那是真的艺术品哦。这是2件作品吗？这是1件。1件，那他还说什么？这是我放的，他来做他的陈设的话，可能就截然不同。我觉得他的东西进到一个空间之后，那个空间整个就是改观的。这一个动画呢，是一张一张去 scan 出来的东西，总共好像用了8000多张。对，所以他一个一个把它叠出来，他有另外。也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的人像，我有问他说这个作品创作的理念是什么，他说没有，他就觉得好像身体有点痒，然后就把它 scan 下来这样子。很有趣，我觉得有一些艺术品就是你不需要了解太多，你可以慢慢去发掘。当代艺术哦，实在都是天价呢，天价之外呢，而且很难，觉得他现在是那么多人，对啊，而且，然后现在当代艺术，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办法收藏，一件你就要10万、20万、对啊，100万，你就是这样只能买一件啊，那你买一件，那这算什么收藏呢？那种收藏跟创作的关系是越来越在当代是越来越神奇的时代。怎么要花那么多钱去买别人的东西？对啊，你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去世界旅游呢？亲身体力，亲
生经验，这世界上的美好跟人文风情不是更好吗？花那么多钱买一个没有用处的东西放在家里要干嘛？如果我将来有收藏到艺术品啊，要变卖的话，要哪里有管道？How does it feel when people say they don't get your art? 为什么你会想当艺术家？想挣钱呗。What is it inside them that they see in the art that they like to collect? Do they recognize something inside themselves that decides that they want to have something for themselves? The art industry is a difficult industry to make a living, so how supportive are your family members? When it comes to you trying to make art for a living? No, I ain't got no fucking families.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ubbish and art? Who decides? Example, Exhibit A. 比如说像刚刚这几个问题，有没有哪个问题你马上脑子就觉得，哎，有什么一个想法？好想。这个很难，不容易哦，问问题不容易。还真没有。我也还挺多问题想问他们的。I have no question for them. OK. 我觉得任何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可以问出来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还没有来的那些东西，它就是问题。我们。太未知了。特别想写东西，我就喜欢会写。对，他喜欢研究。所以我说，哎，当时气息不太一样。我们这边大概六七个台湾的，大陆那边大概六七个，要到台湾画家，我们这边可能就那已经马上就要。最近搞大的印象派也是挣不到钱。我拿回去，我老婆说你买多少钱？我说192万，还没讲完呢，买那么贵？我后面有两个字港币还没讲出来。你是星星般的光圈。